嚟到将军澳运动场，有中银人寿香港超级联赛第六周嘅赛事，主场出击嘅有黄衫黑裤嘅李文，作客嚟到挑战嘅挑战者就系南区啊，冠中南区。今日一场好好睇嘅比赛啊，大家要留意呢个全场精华啦。上半场，第一个机会啊，系李文第一个机会啊，即系佢哋一开波头十分钟系俾南区揿住嚟打，但系佢哋嘅救世主艾华顿把握到自己一个机会，左脚烫远柱，呢啲系例牌噶啦，佢就烫入一个世界波，帮李文喺劣势下领先1-0。24分钟，见到达瑞啊，但系呢边又自己犯错，今日李文嘅后防好多犯错，犯错系会点啊？会导致失波。呢个波就犯错，再加犯错，何山安祖喺禁区内踢跌对手，所以获得一个12码。此队彭利拿好冷静地喺32分钟帮南区追翻成1-1。南区喺今场波上半场啊，开波已经有几个攻势系可以有致命嘅入球，但系都被嘉豪救到啊！但系呢度有个金球出现啊！20岁仔陈浩谦一个扭你几下，再射埋个人表演嘅入球，喺40分钟帮南区领先李文2-1。见到呢下吸你嚟，我再吸你过埋你，你我望一望出面，以为我出啦，自己射埋个近柱啊！20岁嘅小伙子可以有呢啲表现，当然唔容易。帮南区领先到2-1啦，但系呢度睇下啦，大家犯规咗，最紧要系咩呢？你有报复嘅动作啊！见到你有保利神有报复嘅动作 ，VL 提出系咪一个红牌？球证埋去睇一睇，系。所以必须要俾红牌。喺上半场李文打笑过，但系出翻嚟个结果又唔同晒啦。李文呢个系边个？救世主。追佢都追佢唔到啊！车尾灯都见唔到。艾华顿帮利文喺55分钟啊，追和2-2，真系靠佢一个打消过喺劣势下帮球队追翻2-2，一个救全家啊！今日嘅 Man of the Match， 但系呢边都有机会噶，推埋去，只有埋嗱射到嘉豪，今日其实都表现得非常之好。近射、遠射全部都被佢撲曬，最後去到林遠祥，邊個入波做英雄？何西安祖打少一個之下，幫李文搶到好寶貴嘅3分。要做王者，每一場都唔可以失。李文今日喺主場以3-2贏咗冠中南區。